林师傅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是你，联合陆晋还有程子谦来一起耍我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啊！ 去医院去。我没事儿，我带你回家。为什么不躲呀，刚刚？你这样很危险的，会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想看着你受伤。我不值得你为我受伤的。你值得。我不值得你保护我。你值得。因为我爱上你。 Smelling hair.